有风险提示，主观的心脏病患者禁止展开飞机啊，本来这个飞机在这里不恐怖。来，你有救照？你有救照？你有救照？我去，老板，我已经到一半了啊，到一半了，看到没？我们继续跑，往上跑啊！朋友们，我已经到了上面了啊，看一下，我已经到了上面。